一生吧，应该都是叫乖小孩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小孩乖，你只要小孩乖，他就说你祖宗积德。所以我是那种环境，我是家庭，我们家庭我母亲五生九个，我是最后一个，所以管我的很多，所以我就品学都很可以，没有很特别杰出，但是很可以。我常常开个玩笑，我说我其实中学大学都不是班上不止八千，我那个班上地质系那一班里面比我成绩好的应该是一半，我大概中间还要靠，我不是最杰出的。但是后来有很多渊源，比如说我有机会念到比较好的学校，有的女同学成绩很棒，结了婚之后就不再念书了，那当然初中高中就是那考大学的过程中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淘汰，或者后来就比较不用功，但慢慢演变之后，我就好像剩下的还不错的，其实我不是天然就不错了，我是后来众多机会之后那个残余的分子，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。所以我在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，我觉得我都是乖小孩，我就是乖乖念书，那只能念到80分，那就是80分了，那别人念到90分，我要追其实很难，所以那我就停在80分，那大概这样，一直到我说真正开始有独立思维是大学 PhD 之后，是一念 PhD 都没有太多，因为你每天要赶报告，也准备心理那个压力，口试的压力很大，那个压到毕业之后好高兴，啊，这辈子不要再被考试了。终于拿到 PhD 了，当初真的是这样想法，后来发现不是，后来发现拿了 PhD 当教授还要被考。我想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坐落的地方是马廷玉老师的家，我当学生的时候都来过，所以首先对我们马老师表示敬意，真的他是一个完全投入的学者。所以在我们跟他接触的整个各种不同场合，觉得他好像心里面只有一种东西存在，就是他的学问。好，我来讲我们个人怎么开始。说我其实主要原因可能要从上一代，从中学开始。说我父亲是在煤矿做工作，所以早期在河北叫景星煤矿，所以家里就有这种岩石标本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无形中的一种。不晓得启示还是启发。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，我读的学校叫做台中市立一中，不是省立一中，是市立一中。市立一中的校长叫汪广平，那汪广平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学生，我这个又是第二个渊源。所以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汪校长就说：“你有机会要去念地理、地质，这样的一个启发。”那当时学生当然希望毕业能够进台大第一目标嘛，所以我也坦白讲，我最高标是达的这个土木系，然后说万一土木系考不到，我要进台大的话，那最低分就是地理系，地理系下面叫兽医系，兽医系有点太离谱了，对我个性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写地理系这样子，看看能不能进台大再说，就运气还不错，我地理系进来，所以我大一在地理系。那在地理系就必修普通地质学，就王超祥王教授来上这个普通地质学，那当时就发觉这个地质啊好像是我的兴趣，好像地理嘛还不那么明显，所以在大一下转系就转进地质系。所以进地质系渊源的话，可能跟父亲的煤矿工作，家里有这个岩石标本有关，跟校长提示有关。所以后来进来地质系之后，我发觉兴趣还真是符合，所以当时的老师们其实都很严格，我想这个王超强教授就很严格，到大二的时候，其实最严格当时是阮维是吧，也叫教授，我们对阮教授尊敬之外其实是有点怕他，但是他要求很严格，比如说你做笔记都要用英文做，最后那个报告那个笔记都要交的，所以其实这种严格的训练是地质系一贯，我觉得一贯就是我们的成功的地方。那其他的老师，我想没一个老师好过的。那这个林超吉老师跟马丁老师负责古生物、地球历史、地层学。那这位老师，这两位老师都是我非常敬佩。
都是真的叫做除了学问之外，他不会想别的东西，而且他们都有具体成就，这个就是我们晚辈赶不上，我们谈不上什么具体的贡献，但是马老师跟李老师对台湾的地层、地史、古生都有明确的贡献。那当时那个马先，我记得我跟他念书的时候，背那个笔石，有一年就是背笔石，有一年就是背这个散户，两年那时候背的成绩还不错，可是到现在坦白讲是真的不记得，所以都忘记了，就没有继续做下去。啊，我们的老一辈的老师，包括这个专任的，还有兼任哦，有兼任就是当时就是毕庆章教授、徐典亮教授、孟兆义教授，这些老师，赵飞老师给我最大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行为品德，我觉得主要是德育。这些老师的那个本身做学问的态度、做人的诚恳，我觉得好像跟今天这个过分商业化的这个社会有一点差别。当时也没有吃什么好、喝什么好，都是简单的吃、简单的喝，大部分时间恐怕也吃不喝的哦，就是听老师讲话了。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听老师训话的，发觉就是这些老师今天回头看起来，他们的品德其实是真的跟学识是平行进的，就我们不但是佩服他的学问，佩服他们的品德，常常叫前辈风范，我觉得就是这四个字。但是地质系地带个地质的系，大概都跑以外跑得多，这个可能是我是觉得，哎呀，走对路了，走对路，不要每天关在实验室，就实验室是需要努力，但是又有机会真正接触大自然。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别的科系，我觉得远远赶不上我们的。那在这个带野外过程中，故事就多了。那比如说，我先随便讲一两，比如说我先讲这个最严肃，叫阮维洲老师带我们去这个草岭山看玄武岩啊，桃园草岭山不是很远啊。那次去的时候，当然阮先的特征就是他即使到野外，他穿衣服穿着也是很整齐的。就他是比较一个严肃的老师，北大的正宗的，通常，他当然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最得意的时候，他是认为他发现了一种石头叫台湾 night， 台湾岩，当然后来就是台湾其实跟一般的这个玻璃质的玄武岩是同类型的，那他最得意是这个事情，那他带我们看那时候叫火神岩，所以带到这个草岭山看。草岭山的玄武岩，草岭山有柱状玄武岩，就在我们地质系系馆门口那两只柱子，那就六面体啊，五面体那种柱子，那是草岭山的玄武岩。看的时候，他其实蛮鼓励学生到野外比较要胆量大一点，所以那次我是记得发生在我身上，就是他看到这个悬崖上面有一块石头，新鲜的露头，可是蛮高的。他说：“有没有同学愿意上去把那个石头打下来？”那次就是我上去了，所以我得意了，我就噼里啪啦上去把它踢下来。但那个踢下来之外，中间有一句话，那句话对我也是终身难忘。阮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做学问的态度还干什么？我大概不小心讲一句话，我那时候讲话很紧张，就讲错话。我觉得这个。跑来做野外事情很好玩，我用这个玩字，好玩，哦，跟阮先生讲好玩，开玩笑，哦，我本来很紧张，我是很，可是后来反应不一样，后来阮先生竟然不是说生气，他说不错，你们学生能够觉得这种东西很好玩，这个还可以鼓励，所以那次是对我大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所以我一直到老，我就对地质系、地理系出野外，我觉得玩不一定是个坏字。你可以玩学问嘛，你吃喝玩乐是玩，但是学问里面，整个在学问的大海里面去游来游去，这也是玩呢、啊。那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，所以我也鼓励我自己的学生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学科很好玩的话，就把它玩好。这是从阮维洲比较严肃的，那马先生因为对我特别有帮助，因为我后来是出去念博士，念哥伦比亚大学。介绍信是马先生写的，那马老师不随便给人家写推荐信的，而且他要写的是
一封两封要多，那是不行。所以他能够帮我写，真的是到现在受惠良多。这是也是算是小故事。林超级教授故事比较多，因为他做地形，我后来做地形学，所以那时候毕业之后回来台大任教，都常常去他家里看他，离这里不远。那林先生是一样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徒，也是一个虔诚的学者，非常忠于学术。但是他老了有一件事情，他觉得似乎不必那么坚持，他就讲，因为他是重度风湿。风湿，那为什么风湿呢？就当他年轻的时候跑野外涉水，他决定不脱鞋子。他说没有时间脱鞋子，所以穿着鞋子穿着袜子，一把踢水就过去，过去也不擦干，所以这样长期疲倦这个风湿。另外就是他的因为背石头背镖，背到最后那个脊椎受伤，所以他老的时候就脊椎疼痛跟这个风湿困扰他，所以蛮辛苦。所以他去看着他讲一句话。他就好像不必这么勉强，但也是给我们的同学，就万一跑野外，很辛劳的时候，你还是也同时要顾到健康，短期、长期，比如像背石头背到脊椎受伤，他就觉得他让他痛，所以这个是几个小故事。